Oh, oh, oh.
艺术节带领大家到哪里呢？到马来西亚，没错。我们接着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，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卓越艺术协会。其实呢，马来西亚啊，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大。为什么呢？要这样跟大家说明呢？因为啊，我们接着下来要表演的这个团队哦，他们在他们的传统表演艺术领域里面，他们将马来西亚的各个地区的舞蹈把它融合起来，那么这些。